黄庭之设计师重整43坪新居，创造开阔流畅生活场域，为喜好咖啡厅般风情的屋主夫妻实现自我旅程，航向人文惬意工业宅。整体空间以屋主喜爱的灰、蓝、木色做搭配，营造温馨惬意空间感受。开放式厨房选用质感灰蓝中岛屿厨具，增添视觉层次。周边结合收纳配置，完整生活机能。开放式客餐厅紧邻大面落地窗，坐拥大片蔚蓝海景。电视墙以葡制文化石与不规则铁件层架穿搭，创造趣味端景。餐厅背墙以木质铁件交错，缔造出藏书与红酒收纳的丰富机能。主卧房以沉稳灰营造舒适睡眠氛围，一旁半开放式卫浴空间设计，一览无遗舒心海景。黄庭之设计师借由细心倾听屋主内心声音，一来一往真切沟通，打造出屋主夫妻心中理想家园。